在行走中观察，在触摸中感悟，在跨越中思考，听世界。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，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。齐国向东，晋国向北，楚国向南，秦国向西，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，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。春秋五霸，谁是真正的霸主？是齐桓公、晋文公还是楚庄王？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？是仁义，是诚信，还是武力？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吧。上次和您说了，丕正决定冒险去看一看晋惠公，看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计划实施下去。看到丕正回来，晋惠公很高兴，看见丕正回来，季瑞和吕省几个人也很高兴。看到他们都这么高兴，丕正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丕正先汇报了一下这一趟去秦国的经过，说是秦穆公热情招待，虽然不太高兴，但还是接受了晋惠公的解释，答应晋国缓期交城。对此晋惠公表示满意。随后丕正把冷挚领来见了惠公，冷挚就是秦国派来的大使啊。冷挚转达了秦穆公的问候，之后递交了邀请函，希望季瑞、吕省和细缺能够在近期前往秦国展开友好交流和指导工作。看了邀请函，季瑞笑了。晋惠公先把冷挚打发走了，留下丕正继续汇报工作。丕正一瞧，知道大事不妙了。季瑞先说话了。哦，奇怪啊，咱们拖延交城，秦国人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很高兴，而且还客客气气的请我们去做什么友好交流和指导工作。他们以为我们是傻子呀？啊，这分明就是一个陷阱，要骗我们过去，把咱们都害了，然后他们再勾结重耳攻打晋国。皮特老夫，看来您这一趟收获不小啊。说说吧，你们是怎么定的？谁出的主意？你别说，季瑞都猜中了。其实吧，倒也不是他特别聪明，即便丕正没有这样的计策，季瑞也会这么说的。不是说了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。丕正比李克聪明，他知道人家就是要杀你，你说什么都是废话，与其争辩不如什么都不说。噌的一下，丕正就把剑给抽出来了。你可能会问了，哎，怎么李克抽剑，现在丕正又抽剑？难道见国君的时候可以带剑吗？不错，您说的对，在那个时候见国君的时候是可以带剑的。晋惠公和季瑞吓了一跳啊，丕正不说话不争辩就出剑，是不是要玩命啊？几个人连忙都去摸剑，剑还没摸着呢，那一边丕正的剑已经抹到了脖子上，一道血光，丕正就倒在地上了。大家都惊呆了，愣了半天，哼，活了这么久就没见过自杀这么爽快的人。哎，就这么说吧，丕正那一下子把哥儿几个都给雷倒了。晋惠公忍不住赞叹起来，老丕爽，爽死了。晋惠公一赞叹，那哥儿几个还真有些吃醋，一吃醋吧就起坏心眼儿。主公，丕正虽然死了，他儿子丕豹才干不比他差，斩草除根呐，否则后患无穷啊。这吕省又出了个坏主意。可惜的是啊，吕省的坏主意早就被丕正料到了，丕豹听到消息就跑了，跑去了秦国。让生命的空间延伸，听世界。杀了丕正，现在轮到杀其余大夫了。其实惠公在杀掉李克之后，就想把其余大夫一网打尽的，可是季瑞劝住了他。
季瑞良心发现了吗？不是，他这么说的，主公暂时留下其余大夫，李克死了他们就没什么威胁了，但是如果马上杀了他们，丕正可就一定不回来了。季瑞的心思在这儿，最大的敌人暂时还不是其余大夫，其余大夫还只能做诱饵，丕正才是真正的大鱼呢。现在大鱼已经被杀了，这鱼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贡次是贡华的哥哥，就是其余大夫第一名的那人呢。贡次第一时间知道了丕正被害的消息，他知道下一步就轮到自己弟弟了，于是贡次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弟弟家里。兄弟兄弟，丕正被害了，下一个就是你，快逃快逃啊。贡次气喘吁吁的到来，就让弟弟逃命。我不走，丕大夫入朝是我告诉他不会有事的，这等于我害了他，害了他而我逃命了，这样的事我做不来。哥你走吧，我在家等死。贡华竟然不走。果然没一会儿，晋惠公的人就到了，来招贡华了。贡华到了朝廷的时候，看到其余大夫已经凑齐了，后面的事就不必再说了，其余大夫全体被害。想当年其余大夫第二名贾华在攻打夷吾的时候还放他一条生路呢，如今却被晋惠公所害。所以说有些人该杀的时候不能手软，你不杀他，哼，他总有一天反过来杀你啊。有了天空，为何世界还有地心引力？有了希望，为何绝望还是如影随形？有了勇气，就让哭泣埋藏过去，去写一首历史名字叫奇迹。如果恐惧就像火炬，那就让它飞腾，我学习带我到绝地后，我才能完全觉醒。在暗的对面是光明，光明后面是阴影，正义邪恶是谁又决定？是谁又决定？